开始当然我们是很单纯的，然后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帮助人的人嘛，我们都希望别人会变好，就用引导啊、以会啊、劝解啊，都希望他们能够快速的改变他们的现在的状况。几年过后你还是看到他们一样的保持原状，所以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到我们的好心和好意和好的方法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马上改变，都需要时间。在慈济的慈善，我看到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接受现实啊，接受现实，然后改变来面对现实，这个是我们要。我们本身志工也是会有这样的，我们也会生病，我们也会遇到人事的问题，然后有时我们也不接受就怎么办呢？又想就看哦，你认为慈济重要吗？你认为做善事重要吗？你认为回馈社会重要吗？如果是重要的话，这一些东西其实你会把它放下。我对所有的感恩户啊，我都会去跟他们有一些握手啊，一些亲切的动作。我会先问，然后给他们知道，我觉得给他们感觉到我们像一家人，所以他就会喜欢你来了。其实我们的心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就对了，只是他们在现在比较辛苦一点啊，我们陪伴他们。多一份善念，多一份平安，一人一善，远离灾难。